你要干嘛？咱们俩扯平了，把衣服还我。道歉都没有你就走了，这样吧，你给我道个歉，咱们俩之间就算是扯平。冒犯了，不是，哎，你要干嘛？咱们俩扯平了，把衣服还我。收着了，到佛山找我拿。哎，你上哪儿去？把我的衣服还给我。这才是扯平了。扯平的话，你把刀和刀谱留下来。回来，回来。有鬼啊！